台湾文学之母钟秀珍先生是创作《路边花》一本书，本开头也念念给茶言给路边花书读充实。那位美丽师不加茶器，是由不公切案发的路边花，也一部的是开头闹闹闹，上个一度的民族是看花翕相。路边花是天然的绿皮，不但像做的桂山南药，花就像是桂村里的风浪用的天然风景药，形成茶宴同贴片的秘籍。桂村的黄色花，中途北角茶宴地都，像一道民众来看，每日是浪费，每贴片搭观景台，而不民众拍到清净的茶宴风景。茶宴的选方就那里路边花哈，啊，不你看了欣赏。花期过了哈，给做拍做皮料，还蛮不错的构想。这个有些那个景点的那种设计啊，什么高台让人家去赏景拍照啊，他们越来越用心了，游客也比较多了吧。也是美丽斯农会为了振兴传统茶产业，利用对茶树较好绿皮路边种土茶树当中，不过也一部的欠水，路边上来注目茶树安果，故说农会每杀给送花葡萄，好不向前看到清江花海。前一包因为无水啊，一条花全部生喺无岸高，那些来观赏来看下，幸好诶，那方向以顺定茶茶行行去嘅方向来看，掌握较正。总面积八公顷路边花海，分作四期，托八个茶叶，农夫按算花会开到年年代，分向前甘肃岛客种茶叶同其他蔬菜无同样资源秘境，客家新闻杨英乐美丽报道。